哎呦呦，这架可牛了，这玩意是啥呢？这玩意就是魅眼，魅眼 ，OK， 魅眼这玩意干啥用嘞？如果想必大家有听过 DJI 的 Osmo 吧 ？Osmo 那玩意就等于这玩意儿 ，OK， 它的好处是啥呢？这后面有个萤幕，哎呀，这萤幕啊，挺不赖的，不用再加那个手机呀、啊，吼。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的这个看到监看的萤幕，不用连线，挺好的。这个也堪称为神器啊！它支援到的录影像功能呢，照片1600万画素，里头有三个广角，反正一个很广，一个广，一个不太广，哦，三种角度。再来嘞，它有什么厉害的地方了？它可以自动补光啊，自动补光，看着吧。OK， 自动补光，太亮不亮呗。好嘞，反正这有个 LED 灯啊，说明书没有看，但是在手摸着摸着就熟了。它有摇杆，全向摇杆，上下左右没问题的。再来嘞，它的模式呢，按一下哦，按一下，全锁住了。啊、哦，全锁住了，很适合当滑轨使用。按两下，好、哦，上下跟随，左右跟随，摇杆，拍摄上下会相反，按上就是下，按下就是上，这是属于飞，比较属于这个遥控飞机的操控方式。按三下，一二三，按三下发生啥事呢？按三下没事，按三下就是进入的menu状态。里头可以调整的包括就是视频的分辨率哈，包括就是这个 4K 25P， Full HD 60P， 最高纪录可以做到什么240P 的画质哈，可以做到240张，好，240张。今天要跟大家示范的东西呢，就是 4K 如何做它的 slow motion 啊，今天要把 4K 做到 120P 的一个这个测试。好，接下来它的拍照还有它的缩时摄影都挺不赖的。那缩时摄影呢，只要在录影键按三下，一二三，一二